有在骑 Ubike 吗？有。那原来骑是多少分钟？30分钟。现在呢？60分钟。感觉怎么样？可以骑更久。可以吗？对，30分钟变60分钟，你感觉怎样？很棒，很棒哈。对，可以骑得更安全，就不会这么赶。那现在变成60分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右边很好。全60分钟免费，赞！市长，你几岁时候骑脚踏车？小学时候开始啊，小学上国中时候开始。你骑脚踏车有没有摔倒的经验？哦，撞到墙，嘴巴都摔破了。刚学的时候啊，学的时候撞到墙，嘴巴都摔破了。常常骑。你常常骑啊？对，我自己有一台。小时候有骑脚踏车吗？一定有，常常骑。不是骑摩托车？不，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真的是非常有益健康。那么我们从4月1号开始，就要把我们 Ubike 的这个优惠，从原来是前30分钟我们补助10块钱，改成前1小时都不收钱。那么这个改变，会让我们的 Ubike 使用率提升。那么也希望说，我们 Ubike 使用形态也从通勤通学能够扩大到我们的休闲也好，甚至假日外地来到桃园的朋友也愿意用 Ubike 来当作他们观光巡游访胜的一个工具，也减少我们的车流量。尤其是我们昨天刚宣布了我们桃园市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一个路径图哈，这个路径图里面交通工具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，那么 Ubike 也是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工具。在这边我就呼吁，从4月1号开始，特别声明，不是愚人节的玩笑，真的是4月1号开始，让我们所有市民一起来扩大我们骑 Ubike 的习惯，让它也变成我们上班上学甚至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工具。好，谢谢。60分钟免费，赞。